家好，我是小新，今天是3月3，广西的朋友应该都放假了，但我们湖南呢，就今天必须要吃一种菜，就是这种菜，荠菜。在我们这里3月3呢，就要吃荠菜煮鸡蛋。民间有个说法，就是在3月3今天吃的荠菜，今年都不会生病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拿去煮蛋去。现在把它洗干净，等一下就直接煮鸡蛋。再放进去，这是鸡蛋，我已经洗过了这个蛋。好了，现在等着它熟就可以了。蛋熟了，现在突然下大雨了，大家可能听到那雨声在响。这个蛋也熟了，我把它拿起来。来，蛋给，来，弄来搭配的，蛋给来垫一下。稍微去发明来给我挣点。哎，啊，以前呢，我们弟弟在那冻，干的。大家今天吃鸡蛋煮荠菜了吗？我是小军，我们明天见。